陈伟业议员，你头先第一次发言嘅时候，我已经举咗好多次手要求你澄清，就系你就翻37A 嗰个嘅裁定，我系问究竟你喺6月13号嘅会议几时系曾经清楚讲出你系会停止收呢个37A 嘅临时动议？我要求咗好多次啊，主席，希望你能够澄清究竟你嗰个嘅裁决系几时作出？因为我个会议记录，我个会议记录逐字记录系好清楚，系完全冇呢回事嘅。简单答复你啊，亦希望你唔好再纠缠喺个，我已经作出咗决定，亦都系参照咗法律意见同埋所有嘅所谓你刚才讲嘅录音有关嘅资料，咁样就已經有足夠資料反映咗喺俾郭榮亨議員啊，已經喺你嘅手上。冇啊，主席，你淨係講緊你話曾經作出，你係冇提交嗰個會議記錄，亦都冇講出你係幾時作出咗個裁決。我讀一讀我哋嘅文件編號嗱，請你自己再找尋你嘅文件，我哋係送咗俾你嘅，係立法會 FC 3-1111。13-14-02 LC paper number FC 111 13-14-02嗱，请大家注意有关文件已经送抵每一位议员。另外呢，今日呢我哋仲有一份裁决书呢，係已经送到俾大家，係最新嘅一份，係今日27号嘅。咁样就如果係有乜嘢根据呢，我哋全部都已经摆咗喺有关里面，包括如果你讲嘅听咗有关嘅录音等等呢，我哋全部都係有根据去处理咗嘅。至于这个裁决完成咗之后，如果有任何的其他问题呢，我们会有其他的途径相信可以解决。但是现在我已经作出了裁决呢，我是在这个基础里面呢不再进行在这里跟你讨论的了。我唔再喺度同你争论呢样嘢，因为你有手上已经有清楚嘅文件，我哋唔希望喺度再喺度讨论，因为有。我已经决定咗咧，我唔希望再同你讨论。如果请。如果你唔同意，你唔同意啊，主席，你完全唔明白。我明白你而家唔同意嗰份。如果你话我冇进一步澄清嘅，你就清楚。你马上停止发言，因为我而家已经在。请停止发言。黄国希，请停止发言。我再一次讲，如果要求的澄清呢，我再一次讲，我们已经有今天的文件送到。我请秘书再补一份文件给你，是今天的文件。文件里面包括在给郭荣亨议员的复函和今天的文件全部都有这些资料。攞嚟我讀一讀。講第幾段呢？現在我很簡單澄清，剛才講的是在文件第9段呢，已經是清晰講了，已經是關於怎樣最終處理了的有關的議案。
咁啊喺度咧，我唔再重複。如果唔滿意咧，我哋有其他嘅途徑可以再作其他嘅討論。請你連隨睇第八、第九段，請你睇翻第八、第九段就全部可以話清楚。好啦，而家我哋進入翻今日嘅第八、第九段，請你自己去睇，好清楚。在这个问题上呢，如果再继续重复呢，我就一定不会将这个问题再在这讨论。现在剩下两分钟时间，现在下一次回来呢，我就处理最后这个有关表决前的工作。休会三十分钟。